迄箱我是较认真诶，这内底有一罐药水，想办法互伊啉落，然后抓酒楼。所落诶代志，都免我搞。即马是安那？有火啊，还是真为难啊？做袂到无要紧啊，有迄精神传落好，所落诶我找你摕。我做会到。司令，司令，我帮你去。别别别，我家己就好。哦，歹势，手唔知咧创啥，哦，拄到大人物就紧张到安尼，你有安怎无？伊是拄鼻阿烧啦。啊，是啊。听你们的，你真正在这？子倩，啊，你来早的。我拄饮食完就嘴干的，一杯水先给我啉。唔爱啉啊！你哪会啉每晚的茶？你嘴干也嘴干，我重新倒一杯茶给你啉。我现在做袂当啉委员的迄杯水，伊敢有啥物病？无，我哪有啥物病啦？你莫听我后白讲嘞。那呢，就是迄杯水有问题啊。无，你现在做这尔紧张？既然你讲无，那呢，你就啉落去，证明给我看。啉吗？你现在做这尔紧张，你是惊啥？啉吗？你唔敢啉，是因为内底你有下药啊，对不？等你喂，直接报警。我拜托你啊，拜托你莫报警啊！哎，我莫报警会用的。那安尼你就讲清楚，是谁派你来，我就放你走。你安尼害人是犯法的，敢有需要为着钱冒遐尼大的风险？是的啊，是的啊。钱？子倩，你哪会知影？这到底是安怎？我是不知影有甚物款的苦衷，啊，不过看起来嘛是一个歹命人。你若是当替伊解决钱的问题，伊就唔免为着钱替人做种歹代志。你先起来。不管你有什么困难，我都会替你处理。你先跟我讲，到底想派你来？高千亿，谭独生，你竟然对家己后生做这款代志？伊根本无把我当作是家己后生，对伊来讲啊，我只是替伊达成目的的工具啊。今麦我这个工具人无听你的话啊，你若想讲出这傲步要来搞加薪？抓落来拍算要怎做啊？是不是趁我叫人买粉的时阵，把我跟那个查某囡仔发生关系的过程拢录起来，然后摕来影片来控制我，啊，我乖乖听你的话。假使讲我若是无顺你的意，你就公布这个影片来毁掉我的政治路，还佮我的婚姻，我永远都无得翻身，是无？莫怪哦，你是母仔囝，我佮讲一遍。我做这件代志的目的，不是你想的安尼。啊，无是安怎？我只是希望陈家会当有后事。你讲啥？我听过安排迄个查某囡仔接近你，我只是希望借着伊啊，替咱陈家传宗接代。这只是我这做老爸卑微的一个心愿尔。安尼了解无？像你啊变态的步数，嘛敢你陈忠诚想会出来啦？什么变态？啊，无我请教你啦，我无安尼做，我是会当安那？我跟你讲啊，我陈忠诚少年的时阵哦，搁安那袂晓想啦，啊，不过时机到的时阵哦，我就知影，我要承担家族的使命。
啊，不过伊个，我一甲伊讲着，啊替陈家开枝散叶，啊让陈家代代兴旺。伊虽甲我呛白讲，伊甲我无共心呢。伊若真正有自觉吼，伊是陈家的子孙，伊就了解我安尼做是甚物款的用意。啊，若无真正枉费哦，我这么用心这么大力，你甲扶持啦。你即马搁伫遐找我讨公道呀？无唔对啦，我承认啦，我是利用你的财力，唔才会当做离鬼。啊，不过假使讲我家己无够拍拼，若是无够有才情，我哪有可能伫遐政治这条路行到这了顺风顺水？搁再讲，你嘛是因为我分到这个福气，敢毋是？啊，若无黑市集团，哪有可能伫遐这短时间就自立门户？啊，即马你看我无受控制啊！你著受到一个新的报社要来设计我，竟然阁叫一个无辜的查某囡仔来跟我发生关系。陈良生啊，这样要求失德的代志，你拢做的，你拢唔惊你有报应？我要惊啥？我陈良生哦，该当报应的代志做啊。有啥物代志，恁老爸哦来报应就好，我无咧惊啦。我较惊是哦，陈家跩后事啦。也毋过真歹势啦，你阴谋诡计失败啊！我想，你应该是在怀疑我对你的约束。我把跟你讲过，等咱大学毕业，咱就结婚，给你做一个上水的新娘。啊，不过就是因为发生太多代志啊，这个约束可能暂时无到实现。啊，不过你要相信我，我从来唔把卡这个约束放袂记。不管以后你跟我讲啥，然后做啥，我们一项代志都会做到够。因为你是我打拼上大的力量。应该听到这的话的人是晴天才是啊。我会一直拢在这，你爱加油。我两淡薄无爽快。是的啦，是我想过着急，想要把过去感觉赶紧找回来。拢无想到已经五年啊，难免有淡薄仔气氛。你今仔日一定足忝的哦，你较早休困啊，我先转去啊。你免烦恼，是谁来跟我讲话？我敢有看唔到？你会感觉心痛，唔是身体出状况，是因为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怕不怕？应该是我只是头晕吧，所以才感觉我看到晴天啊。安姐小姑姑，你别怕啦。
你知影我是安杰，所以你真正是晴天。歹势啦，拄只甲你吓惊着啊吼。其实，应该甲你回信的人是我啦。我真正唔知影是啥物原因，我明明就隐身伫海内底啊，啊结果我一醒过来，我缩伫你身躯内底。晴天，你敢知影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我嘛唔知影呢，我敢若一直伫你挂迄佛珠内底，嘛无啥物感觉，一直到你今仔日拄到伊人，我才醒过来。无怪，无怪，我伫监狱外口看到伊人的时阵，我感觉我心跳变得足紧的。原来是因为你哦。后来我就发现，我会当听到你甲所有的人讲的话的声音，啊，我嘛有小姑姑你的记忆，我开一寡时间。才经历完这五年来发生什么代志，所以你即摆会出现，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伊人。无可能吧？啊，不过我嘛无确定。不管安怎讲哦，小姑姑，我想要甲你说多谢，多谢你想要替我讨回公道，啊，甚至这五年来。你足用心在演我的身份，你看，主人在发光啊，好亲像在回答咱的问题呢。真的呢？那安尼，你敢会当甲阮讲，我是要安怎才会当甲晴天交往？啊，我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甲晴天的身躯幸福伊？现在都没回应，那安尼你要安怎？小姑姑，你先别着急啦，我相信天公伯会有这款的安排，一定有伊的用意甲目的。啊，只是咱即马也无法度理解尔。啊，只好行一步算一步啊。啊，时机若到，自然就知影要安怎解决。只不过对你较歹势尔，你唔免自责啦，这唔是你的问题。虽然我就想要甲我阿妈染条条，我就想要去面对我思思念念的伊人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一定会有机会。今天真正是恁的。小姑姑，你真正唔免阁顾惜你啊！我顶多为你的身上乌白少呢。我感受到你的坚强，还阁有勇敢。你啥物拢唔惊，去甲欺负我的人做出反击。你予我感觉，即摆的朱晴天。已经甲较早迄个软弱、无胆的个性完全无同款啊！这是我从来拢无想过的。你真正无怪我。当然嘛袂。咱即马会变到安尼的状况，我相信咱两个灵魂的力量绝对比命运搁较强、搁较大。对，我相信咱两个的力量绝对更加强、更加大。